在哪里？就在白尾龙。白尾龙蝴蝶，小心，不要太靠近它，不要太靠近。它是两只吗？大蝴蝶对不对？哎，两只呢？对呀、啊。好像在交配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它只有一只而已，它是两只，一只而已。它后面那个，啊、后面那不是头哦。那是假的头，它身体在底下没有。好奇怪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它的那个须须会动呢。对啊，现在是一只而已。这下面那只是身体啊而已啊。啊，是后面那个嘞？后面是它的翅膀上面东西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后面上面那个不是蝴蝶啊。可是你看到？继续问问题了，妈。好奇怪。妈妈，你帮我把我的帽子收拾包包里。的包包，给我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